今日是很欢喜，跟我们较少年的同心，拢伫遮为咱未来台湾的打拼。这乃是咱台湾人的梦要实现啊！那是会使安尼讲，是咱青年人的梦也要实现啊！安尼大家会了解未？这个我要让少年人手机摕起，会使去加翕。啊，就会使去了解咱的入去咱的网站。啊，今仔日啦，要来甲大家讲几件代志啊，予大家爱会记哩。第一，咱是什么身份？爱家己认定讲，咱是什么身份？因为恁大家是代表啊，咱民政府的偶像啊。啊，乌行部队啊，是代表咱民政府的乌行啊部队。啊，那部队有一个底下咧讲话，安尼咁对。那是部队，一定要有纪律。足重要的，我希望大家人先爱认定讲，我现在的身份是啥物？你若安尼认定讲，你现在的身份是啊，乌行部队的身份，安尼你爱家己。遵守纪律足重要的，来安怎讲？恁想看卖哩？恁大家代表是咱台湾民政府，较少年这辈以后真正要掌管咱。啊，台湾未来的政策，未来的执行的代志，所以恁家的任务有重要无？你爱去安尼想，大家心肝安尼想，讲我现在的身份是啥物？我爱扮演是啥物角色？咱。爱记咧，所以我要讲，部队纪律足重要咧。所以这点爱大家啊记好。啊，这个纪律是安怎来的？咱爱去思考这个问题。简单讲，法令，恁以后大家拢有掌控每一个单位、执行单位，啊，恁呢，知影一定爱特别了解这个法令，
啊，无你要安怎执行？所以讲法令，大家爱换足清楚。咱是代表民政府的乌行啊部队来执行这个任务，咱的法令是什么？所以爱听清楚。过来，爱甲大家讲，除了法令了后，命令，什么叫做命令？大家思考看嘛，什么叫做命令？您的定时，咱阿伯啊，一定有阶级之分。你直属什么人的指挥，你一定要遵守你的顶啊上司给你交代的代志。这代志交代落就是命令。啊，那部队命令安怎讲？一定要执行。你会执行阿未？家己心肝爱去想哦。啊，若无执行呢？所以，我要甲大家话拢讲头前啦，足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。啊！乌行这个部队，咱部队都要有纪律，要有这个纪律，啊，都要了解法令，啊，佫都要了解啊，定时的命令交代任务。啊，若了解安尼，你去执行以后要安怎？执行以后，咱即马我所教学生啊，足济咧，我都会使甲大家讲，去网站去上网，张文彦教授都抄我的资料，所以我要甲大家先讲，的理由就是讲。现在学生也一样，研究生也一样，博士班的学生也一样，这步做不到。现在我的感觉，会成功的人，有的这步做了很好的，真多人会来跟我问。当然，有时候我要说，那会说，啊，你只在说，你到的代志，我要甲大家讲，就是讲，现在的人足少啊，回报上司命令落啊，你若做好执行完啦，一定爱赶紧去甲你的上司回报。甲讲，我已经完成啊！要有什么任务要交代我的无？这点啊做到，你一定成功。大家记在脑海内吼，你和你做一个主管就好，你家己安尼想，倒头想，你做一个主管就好，你领导。啊，这个派出所分局，民政交代你的代志，你去执行了，一定爱会给你回报，一定打电话家里的电视报告讲，你交代的任务我完成啊，要有什么任务要执行无？
安尼大家唔太知影无？那会记得我这个请举手。举手都爱安尼举手哦，安尼他唔敢叫出来，敢惊互看到咧款。感谢大家，安尼大家足清楚。今仔日我弄弄影伫咧，交代内命令，你若无执行、无回报，你就调职。安尼好无？爱会记了，爱会记了，因为恁的任务足重大，咱台湾人的梦拢伫恁的身上。你也有这个诶历史上的记一笔的功劳。好啦，我第一个部分讲到这。即卖要讲第二个部分，我足重要，大家拢代表啊民政府的身份，要踏入的咱日本啊，咱会做等于。咱的若要讲起来是，我要讲迄是我的祖国，因为阮老爸、阮老母拢日本人嘛。啊，我若甲叫虎边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大家要去遐受训，爱阁回到转来，恁是代表什么身份？甲头拄个第一届好像开场白同款，恁去遐受训。是代表台湾民政府的优秀的青年选出来啊，乌行部队一举一动，日本这的军事单位的人拢在甲恁看，啊，咧做记录。恁的表现，袂使讲啊，我足忝，啊，我精神不济。你若安尼，你爱赶紧讲，表示讲啊，你拄啊有啥物毛病，爱去食药，还是爱去创啥，爱去感冒着，爱家己注意这个代志。还是你爱甲日本的指导员爱甲报告讲，你现在身体上挡袂调，还是安怎？袂使啊！上课就上课，操练就操练，啊，搁爱会记哩哦。恁是去啊？是咧受训什么？当然，大家啊，我来来遐受训。受训的器材一定要好好啊保管，袂使讲啊，我甲摕一两粒啊，等下做建本，安尼你永久取消这个资格。所以这点还没去以前也要跟大家说清楚，不要说、这就是以前的老流亡政府的教育的失败，就是怎样站在面顶的人说一款话啊，落讲台话讲台以后啊，说啊马马虎虎啦，我跟你说民政府无这个代志，讲出来话，头拄啊我拢录影过，你若拢举手啊，啊赞成啊，
所以恁爱记内心，袂使讲你去遐受训了后，伊遐个用具你也想要摕一两粒仔转来做纪念，安尼你包死个。啊，甲去个表现，叫你站起来就站起来，叫你坐落就坐落，坐落个姿势，甲你个表现，拢爱用精神。因为时间上我可能半点钟而已嘛，所以我就是说在日本的成绩的表现啊，那个的规定你要去遵守，再来你若是国民党来也好，中山党人来也好，阮拢欢迎你，袂使违背着咱台湾民政府的做咱的规定。你若违背，我要甲大家讲，丁拉登事件你会了解，咱后壁是美国军政府。丁拉登事件安怎死的？南斯拉夫的中国大使馆受到美国的火箭的攻击，遐拄啊死三个人，安怎死的？真清楚，后壁啊，你就走袂离世界啦。安尼，希望若有要去日本的人，你家己先考虑好。你若是这个身份的人，你家己主动放弃，无你我会死甲足歹看。我要甲大家讲，恁大家任务足大嘞，我足甘心大家少年人来参与。以后恁是咱台湾人民的希望。我希望大家拢会得完成，当然我讲话较歹听，因为有当时啊做教授做了足久啊吼，拢讲了较直，拜托上尾我原早是要讲过一寡代志，咱上尾后的迄个图片吼，予大家看卖。这就是要给大家加强您的上尾张的图片，要给大家了解。这张就是要给大家讲，咱这个所在啊，是美军用这个云给砍掉的。您大家去上网看卖，拢是安尼啦。拢有魂啊，这叫做啥？从 Google 里面啊，有这个防护罩啦，这也要让你知道，咱这个所在是军事基地，您大家爱足家的爱有自信的，您爱了解您的身份，安尼祝福大家去日本训练，大家拢真。快乐学习一寡爱学习的物件，转来为咱台湾的打拼甲贡献。我感谢大家，我报告大家谢谢。